二郎哥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装船了。嗯，开船之后再离开。好，嗯。二叔，其他码头的船也陆续开始装船了。江磊呢？他应该还在船舱里。让我们休息吧。好嘞。 就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装货。装货就出发，明天早上到香港。就，你随便拿了点吃的，明天早上到了香港，再带你吃好的。就。 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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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
你忘了吗？怎么跟你说？你忘了我吗？电话怎么跟你说的？就你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告诉我杜斌在哪儿？杜斌在哪儿？说呀！刘凯欢，刘凯欢，晋都大队长，大义灭亲是吧？把你赔偿拿出来！来人，来人！ 李哥，杜林在哪？带我去。 去哪儿啊？我下去一趟。你跟他舅舅，我忙去吧。
110报警中心。你好，我是桑南省运河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开华，金号851037。我在滨海码头发现大量的冰清素白酒。什么人？必须有人！必须有人！陈宇，喂，报告，刘凯华跟毒贩已经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跟毒贩？万哥，我们的货柜出事了。现在看来，刘凯华到盛江是去抓毒的。通知特警队，迅速向滨海码头集结，在码头外待命。不要动！不是，陈宇还没有回来，我得去帮他。你不能去！我现在还是孟卡的人。谢谢。小子人多，好的，别犯错。我这个队长没当好，毒品在这个货柜里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不要惊动他们。对，这是张网，沈清布的网。你的意思是，行动失败了？我到不了香港了，抓不到郝东和于总他们了。吴晨峰，你的任务结束了。你快点跑啊！赶紧跑啊！不管什么情况，啊、你快点跑，赶紧跑了，千万不要给抓到啊！让他们把货抛了！你收声啊你！跑啊！快点跑，记住啊！我知道了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离开这里？我是说带着香港和孟卡的人逃离这里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我要去香港。陈总队，香港警方在询问行动进展。温和达，这回人赃俱获了吧？把货给我烧了，把人给我弄死！别动！码头发生打斗，
通知各组，立刻行动。通知香港警方，取消抓捕行动，所有警力配合大部队围剿货轮。通知云和警方，收网。各行动小组注意，终止抓捕行动。重复一遍，终止抓捕行动。告诉各行动单位，稍等。眼见一制服，安全。你怎么来了？警察明显已经布控了，你们这样是肯定跑不掉的。那怎么办？相信我，就跟我来，我有快递。去行了。Thank you.
这么晚了，玲玲还没来电话，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？不用，她刚给我回过，店里忙，还得晚点。有警察，我们的货没了，快逃！要工作咱们赶快逃，别让他们被抓住。都逃，别管货了。杨叔，资料我找着了，我也不等玲玲回来了。您没事儿，别发那么大火，对身体不好。啊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回了。你都听到了什么？告诉杨叔，你到底都听到了什么？你把什么货摔了？毒吗？你让谁跑啊？骨头？骨头是谁呀？藏得挺深啊，骗过了陈宇，骗过了邻居，戏演得不错。告诉我，交易的时间、地点、交易人。你跟玲玲从小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的，就像亲兄妹一样。我们相处的就像一家人呐。我如果跟你走了，玲玲会怎么想？他们会相信你吗？你真的难脱干系啊。你太小看玲玲了，玲玲，她要是知道了你现在在干什么，我相信玲玲，她肯定会做出对的选择。杨新全，你别忘了，我
是警察。走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跟我回去坦白，争取从宽处理。别动。杨爷，别动啊，冷静一点。别动，冷静一点。你配合我的工作，让你别动。老实，冷静一点。为了你，我最后再犯个错误。姐，小磊有话跟你说。妈，蕾蕾，你在哪儿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姐，是我不好，辜负了你的托付，没照顾好小磊，是我不够坚定，对他一味的容忍放纵，才致使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但是，姐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我知道，我这么做，你会怪我，但我已别无选择。人一旦涉毒，就已然断送了自己的未来。我会亲自带他回去，接受法律的审判。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也是我归案的时候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外甥跑掉。我要跟你说，我辜负了你所有的信任和期待，我觉得都轻了，所以我说不出来。我到过你的门口，但是我面对，就用这种方式道别吧。我希望我归案以后，你别来看我。
跟您合作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不畏惧去抓那些毒贩，我从来不畏惧和他们斗争，但是我唯一没法面对的是亲情，在我面前这样呈现的时候，我犯了一个巨大错，这个错误毁了我一生，但是我认了，但同时我又想，我依然还是一个警察，我要对得起身上这件衣服和我头顶的警徽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我犯错以后救赎。虽然我知道这种救赎已经迟到了，但是终究我要去完成这件事情。很抱歉，我真的无法面对，不求您的原谅，也不想听到您的安慰。我想即便我说请您忘了我，那也是没有用的一句话。我是多么希望我从来没有在你身边出现过。本月五号，在公安部的统一配合下，双江警方与苍南省公安厅的全力配合下，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，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200千克和麻古200千克，抓获嫌疑人42人，是双江警方近年来一次性缴获毒品数量规模最大的一次。
枪弹的比测分析，枪支来自于境外。我们初步判断，杨毅是遭遇了来自蒙卡的毒贩，在追捕过程中被近距离射杀，牺牲了。这不是我个人的钱啊，是我所有买家的预付款，你们两个让我怎么向我的买家交代呀？孟凯有货，我可以还你，但我怎么还？老板，就抓了他一个，吴振峰，上岸就跑了，抓不到。我的人呢？
你在哪儿？回去的路上。回来？从哪儿？你什么时候去的？你如果在，这一切是不是不会发生？那天晚上，是我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去的茶厂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杨毅的死是在茶厂。你就不怕？我把你说的全都告诉他。即便你不说，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。不是吗？风之后，吹来无尽的风，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承重，土为石燃烧烈火熊熊，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，唯一的出路是没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，心深处时光如故，人如初，人前难挽足，纵身飞渡，以天地无
假如。